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这一次啊，竞技场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打到第一名啊！好几届没有第一名啊！目前老爹是第四名，来。那么老爹的阵容，各位看一下哦，大家的阵容都差不多啊，都差不多哦，都长这个样子啊，每队都是这个样子啊，而且老爹每一只都六绝了，只有幽助没有六绝哦，还有人幽助四绝的嘞，五绝幽助，五绝幽助，好，大家都一样，但是我们先来抽一个这个。靠腰，有呼雨履地的碎片呢。跳过动画，没问题。哎呦，这奖励不错哎。还有轮盘积分啊，那我们再抽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老弟的呼雨履地皱纹豆今天要全满了，我们的任务要也全满了，上远还没有满是吧？来，先把刘家用满，用满哦，我觉得刘家比较重要哦，刘家生存下来对队伍是很有帮助的，没毛病。我进阶，我再进阶，我进阶不完，没问题。我洗，我洗洗洗，我洗不完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样我们的刘家生存力就大幅提升了。好，来重铸，我觉得抗暴力是不错啦。没问题，好像还可以齁，好像还可以耶。好，我们洗车键重铸，再重铸，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没毛病。伤员，好了，我们提高我们的伤员的生存力，好了。老爹，整队都列起来了，整队都红皱纹，怎么样啊？我进阶，我再进阶，没问题。好，抗暴率，抗暴率，最硬的男子汉诞生了。其实伤员真的很强啊，不是我在讲哦。好，重铸，哎。我觉得还不错嘞，我重铸，哎，这件不错啊，生命力加那么多哎，好，没问题，还有这一件，抗暴率 5.9% 锁起来。没问题，这样看起来还行哦，还不错啦。
这样老弟的队伍应该就练得差不多了，剩下幽助哦。但是幽助我觉得他的生存力不是那么重要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挑战我们竞技场比老爹高名次的，我们都打一次哦。挑战第三名的，Julian， 好来，老爹看一下怎么组哦。好，我们一模一样。老爹战力560000，对面才540000啊！你怎么跟我斗？我战力比你高啊，应该是我赢啊！好来。加油啊！哎，老爹给你一个大招，刘家，你的生存力有没有办法高一点啊？刘家，没问题，老爹刘家依旧健在。先来到五打四啊，五个打四个，应该是我赢吧？没问题。我的伤员差点一 stay 耶。好，现在还是五打四，撑住啊！五打三啦、啊！就连完全不是老爹的对手啊，完全不是啊！你靠腰，好，对面开车撞了过来，老爹的伤员一 stay。哎，我的伤员都练成这样了，还一 stay。怎么可能啊！好，对面上雨还有一点点哦，还有一点点。先来到五打三，他只剩一只啊！怎么一只这么难打、啊，老哥啊？不过他没有任务要了，他输定了，他输定了。不要闹了，你已经输了啊！轻轻松松。好，结束比赛。哎，问题啊，这样才对嘛，吓我一跳啊！好，再来，我们挑战第二名的。热血料理人。阵容要不要跟他摆一样的、啊？好了，不用一样了。算了，摆一样好了。好来，热血料理人战力550000哦，也是相当的狂妄。好来。我的伤员应该超硬的才对啊，硬邦邦啊！弟弟啊，开个大招怎么样啊？弟弟啊！好，老弟弟弟一个大招。对面的刘，哎，对面的刘将还在哎。对面是哪一只躺了？哪一只不见了？哦，对面的弟弟 is dead， 没问题。哎，我这样很强哎！好，老爹这样是不是变超强了？好，老爹的刘架 is dead， 对面的刘架也 is dead。好，对面开车撞了过来，靠腰，先来到三打。三打三，三打三，不要平手啊！我要分出胜负啊！先胜了再负啊！
加油啊！勝負だ。换我开车了没啊？换我开车了没啊？好，老爹开车撞了过去。对面只剩下两只了，对面只剩下两只了，他的伤员 is dead 啦。是老爹赢没有毛病吧？是我赢啊！他的任务要快要GG了，他的任务要快要GG了，他的任务要撞下去。哎，哎呀，他的任务要剩一点点啊！天哪，我的任务要 is dead， 打到时间到哎、欸。平局靠药，好了，平局就平局了，平局也不错啦。来，我们挑战第一名的肥波聪明，他阵容好像不错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我这样也可以啊。肥波聪明战力54万，好来。奇怪啊，老爹战力是最高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老是拿不到第一啊？哈！好，对面的刘家 is dead。好，老爹的弟弟 is dead。现在来到史达斯了。我觉得刘家比较重要哦，你的刘家不见了，你输定了。哈，肥波聪明啊！好，肥波聪明开车撞了过来。没毛病，我的刘家依旧健在。刘家，你干嘛啦？你把人家刘家怎么啦？你对一个女孩子怎么啦？好，你到底在干嘛，肥波啊？好，你的雷诺探长嘞？你去找探长啊！好，对面弟弟一个大招，先带走他的伤员啊！先带走他的伤员。他的伤员快要GG他了，赶快带走他的伤员啊，不然时间到会判定我们输哎。他的伤员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你赶快开车啦，赶快开车啦，你有没有车啊你啊？啊，你的车嘞？好，开车撞了过去，对面的伤员 is dead。现在来到三打三啊！好，没问题。先带走他的弟弟啊，带走他的弟弟，我们就赢了。带走他的弟弟啊，这个任务要永远都不会躺的。带走他的弟弟啊，他弟弟怎么那么硬啊？不是我在讲啊，哈。还是剩下三个，三个对三个哎、欸，打到时间到又平手啦！天哪，这根本就没办法分胜负啊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个老爹已经尽力了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